这个过程非常精彩，啊！虽然你们今天全是和局，但是过程很精彩。来来来，你们两个握个手。 这么晚找我出来干嘛呀？最近训练排得那么满，好不容易有时间休息，想约你出来聊会儿天儿。哦，聊吧。 说这本书不错，特地买了一本给你，你也看看。最后的精灵。我宿舍快熄灯了。 兄弟们，我就纳闷了啊！你说这大周末的，不让咱们出校门就算了，还一大早让咱们上这儿来跑操来，连个懒觉都睡不了。我看，又是哪位高人惹我们老孟生气了？要不你掐指算算？谁知道啊？反正不是我。哎，我说呀。 老孟就是缺个女朋友，大周末实在无聊，就会折磨我们。那要不，你给介绍一个呗？哎，我觉得咱们薛老师就挺合适啊。这种事儿你可别乱八卦。
哎呀，行了，兄弟们，别抱怨，别八卦了啊！我听说下面好像又给咱们增加了一个什么特殊的考核。啊？嗯。啊？你说老孟也太不仗义了啊！把咱们弄来，他人哪去了？行了，加菲，最不该抱怨的就是你，正好减肥了，早餐煎了一根油条。一根哪够啊？起码得减两根。对，再减一个茶叶蛋。那我还吃啥呢？行了，兄弟们，走吧，吃饭去。9点钟啊，还要到警务战术训练馆集合呢。走吧。今天是周末，精神病啊！疯一个。哎，孙老孟这什么意思？临走临走给咱们这个训练。哎，老孟不在，咱们的春天是不是来了啊？咱们是不是可以该吃吃该喝喝了？你说咱们能休息几天啊？行了，别做梦了，哥几个啊！我问了，老孟也就走了3-4天。妈，就3-4天呢？对啊，怎么着，3-4天你还不知足啊？我们训练这么辛苦，好不容易有了自由时间，还不再好好享受一下？对，行吧，赶快想想这几天我们怎么玩吧。不，哎，你想去哪儿啊？我想去。看着点啊！你们挡我路了，知道吗？喝多了吧你？你们哪个班的？哎，你这边那个，你干嘛？我你哪个班？哪个班？说话别动手啊！有你什么事？啊？有你什么事？哎，干嘛？啊？有你什么事？站住！行了！他们喝酒闹事儿，调戏我们班女同学，还动手打人。你喝了多少酒？同学们，这是我工作的失职，放心，这件事儿我绝对会严肃处理。赶快回去休息吧。走。没事。别走。走！你疯了！走！醒醒啊！还没醒。情况啊，谁呀、啊？今天这么想我？还有谁呀、啊？你们家那只猫呗。气疯了。哎，婷儿，嗯，你今天这眼皮老跳。哪只眼啊？右眼啊。右眼？完了完了，萌萌，右眼跳灾啊！我这掐指一算，你这两天出入可得小心呢。小婷，就你这神神叨叨的样，以后怎么当人民警察呀？让孟老师知道了，又得教育你。梦魔鬼出差了，他可没时间教育我。同学们，大家看一下啊，这条街呢，就是咱们模拟训练区的最后一条街——仿古街。哎，还有臭豆腐。你是不饿了？啊，接下来呢，我给大家说一下，跟踪时候应当注意的一些事项。在跟踪的时候，当被跟踪者进入到有诸多进口、出口商场的时候，我们应当怎么办？
首先要尽可能的利用人流进行跟踪，其次要根据与被跟踪者的位置随时调整和他的距离，还有化妆的技巧，你的眼镜、帽子，还有我们身上穿的衣服，要随机应变，随时调整。在跟踪的时候呢，被对方发现脱梢了，这是常有的事情。被发现了，千万不要紧张，更不要躲藏。我们可以顺机呢，转向别的地方，还可以干脆走过去，看他一眼。看他一眼，从他的表情里就要发现你是否被发现了，是否还有必要继续跟踪。好了，今天课就上到这儿。一会儿你们熟悉下这里的环境啊，过几天我们就分组体验。好，下课。张老师再见。再见。弄得还挺像的，不错啊。这还有麦当劳了，啊，不错。对呀、啊，居然还有烤串。哎，咱可以跟着吃点串儿啊。厉害。哎，走了走了啊。哎，你等等我。哎，哎，班长，我觉得刚刚那反扒课还有点意思啊。对呀、啊，学到什么了？哎，我觉得我学到了好多。没学到。谁说的？哎呀，你们饿不饿啊？对呀、啊，中午吃什么呀？一会儿。你就知道吃。行了，走吧。好。走吧，走吧。哎哎，小婷，你去哪儿啊？图书馆。我们去哪儿？管天管地。你问问还不行了？我这两天总感觉有人盯着我。我看你是刚上跟踪课，还没缓过来吧？别瞎想了。
人接啊。电话、啊，哎，挂了。那甭理他。猫，啊，你先替我去，歇会儿。啊。哎呀，我来了。来，猪来了。嘿，放马过来吧。高球啊，嘿。行，哎，好球！放马过来吧。喂，文文，你们两个同学现在在我手上。你哪位？我绑架了他。你想干什么？有本事就来救他。你立刻让文文听电话。你到底是谁？喂，喂，文文，喂。喂，不，这边，兄弟们，别打了，出事了啊！怎么了？刚才我接到一个电话，有人绑架了黎文文和刘小婷。什么？看来你们同学根本就没把你们当回事儿啊！还以为我们开玩笑呢。你们居然敢光天化日之下在警校绑架我们，你真是胆大包天。你们实验班不是很能打吗？老子今天就要看一看他们几个有多大的能耐，能从我的手掌心里把你们带走。你们到底想要什么？想玩，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啊。四姑，电话里边有文文的声音吗？没有。哎，你看你们一个个吓的，恶作剧。就是啊，哎，咱们这是警校，那谁敢在这儿绑人呢？是不是？可不是吗？他俩肯定没事闲闹着玩呢啊！你觉得文文有那么无聊吗？那小婷说不定啊。别闹了，我这给小婷打电话一直打不通，我也希望是恶作剧。十分钟之内赶到天台，他们的死活在你们手里，吃了后果自负。演的有点过了吧？你看，壮壮、猫，你们俩算女生宿舍，问林青知不知道什么？千万不要告诉他们咱们遇到的事情，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。好，明白。走出。已经多久了？用了快五分钟了。啊！等会儿我。
图书馆了，这图书馆也没人呢。哎，他们周建也没回来过吗？一直没回来，我一直在宿舍呢。那他们还能去哪儿啊？找不着小婷，你给他打电话呀。我要是能跟他打通电话的话，我们班临时集合，所以找他们俩。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你没事了。没什么事，你先回去啊。锁着呢吗？时间快到了，不行，从二楼爬上去，走走。啊！还有不到两分钟，看看到底谁先死。你们安装了炸弹？怎么样？还可以吧？我们亲手做的，虽然不知道质量怎么样，但肯定能爆炸。你们疯了吧？你们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？那你们当时打我们两个，让我们两个受了处分，直到现在丢了工作。你知道这样对我们两个带来的后果吗？对于那天晚上的冲突，我跟你们道歉，这是我们的错，对不起。我们不知道会让你们丢了工作，我知道现在这种情况，我跟你们道歉，你们肯定也听不进去。所以不管现在你们做什么过激的行为，我们都能理解。如果你放我们回去，我一定会跟学校讲明事情的经过，这是我们的责任。作为警校生，动手打人就是我们的不对，我们保证给你们一个说法。但是现在你们的行为已经不是上学校讲明情况就能够解决的了，你们已经严重涉及到违法犯罪，不要再继续错下去了。今天的事儿，我们保证不会向任何人提起，就当我们扯平了，好吗？现在知道错了，晚了。我老实点了，别他妈给我玩猫腻。小婷，再不老实，老子现在立刻弄死你。那边，走吧。慢点啊。没人呢，这呀？啥呀，这是？时辰已到，游戏开始，看谁先死。炸弹！真蛋呢，这是？你以为呢？
接啊！开免提。怎么样？有没有人死啊？你是谁？到底想干嘛？你们不是警校号称最特殊、最聪明的实验班吗？这只是一个见面礼，游戏才刚刚开始。先给王老师打个电话吧。对对对对。无法接通，我再打一个。您拨的用户码，请稍后再。还是无法接通，怎么办啊？报警吧。报什么警？等他们出警，什么都来不及了。他们不就是在学校被劫的吗？就这么大点地儿，咱们还抓不住吗？王飞说的对，走啊！喂，喂，喂。被招到警校来当保安，你们也是很优秀、很能干的吧？屁！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，都是因为你们实验班。我一定要让你们为自己的冲动付出代价。这都是你们咎由自取。小婷，这是我们不对，我们应该为此负责任。等等，我觉得咱不能这么被动。没想到你还敢接我电话，在我的字典里就没有不敢这两个字。说吧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为了让你们陪我玩，为了赢你们。赢？什么意思？你们不是警校最聪明的实验班吗？赢了你们，将会是对我自己最好的证明。想玩可以啊，我们陪你，但你得让我们知道，人质现在是安全的。好，你等一下。龙飞，我们目前没事。我的包在图书馆的 GDR 的柜子里。说什么呢？是你。别以为轻易就能抓到我。日落之前，如果你们找不到我，将会有一朵巨大美丽的烟花引爆。到时候，你们就再也见不到你们这两位美丽的女同学了。游戏继续。放开我们！查理，现在几点钟？三点半。时间来不及了，咱们需要制定一个计划。走。你们的反侦查能力很强，不是简单的保安吗？那你看我像警察吗？我哥最像警察了。闭嘴！你一直都很想当警察。敢在警校绑架学警，你们的胆子也真够大的。看来不是一天两天策划这次绑架了吧？现在的性质可不是像你们所说的只是玩玩游戏而已，很快学校和地方的警察就会知道，很快他们就会找到你们来解救我们俩。你们即将面临的是法律的制裁，现在收手还来得及。闭嘴，别说了。真是胆大包天啊，他们竟然弄出了炸弹。猫，肖肖那边怎么说？潇潇跟我们说，小婷他们是从宿舍调到图书馆，但现在不能确认是去图书馆的路上被劫的，
还是从图书馆出来的时候被绑的。现在绑匪在电话里边已经明确暗示我们，日落之前他们会有所行动。我们现在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不是，这太蹊跷了吧？这肯定针对咱们呢。这到底谁呀？咱惹到谁了？你别说，最近咱们还真惹了两个人。啊？有你什么事？哎，干嘛？啊？有你什么事？站住！住！住！你是说咱们学校那两个保安是吗？刚才文文在电话里面说的两个代码你还记得吗？我们目前没事，我的包在图书馆的 GDR 的柜子里。说什么呢？不是，我知道那个图书馆他说那个什么，不是那个，他肯定想暗示我们知道一些什么。你再想想 GDR 是不是 Gardens？如果是的话，那就是保安的缩写。那后边的二，正好证实了是两个人。那这不就对上了吗？那两个人没跑了，就是他们。行，就目前来看，可以锁定犯罪嫌疑人就是这两个保安。猫，你立刻去图书馆查询一下文文给小婷被绑架的时间节点。壮，你立刻去门房查询一下最近出入学校的可疑人员和车辆。明白。康里，你立刻进入学校内部局域网。调取一天的实时监控，进行地毯式搜查。图书馆查到了，11:07，有小婷跟文文的换书记录，情况基本上已经调查清楚了。那两个保安叫大刚和小智，目前已被学校开除了，所以他们符合作案动机和作案时间，而且基于他们对学校环境的了解，他们有非常成熟的作案条件。行，明白了。现在犯罪嫌疑人可以锁定为大刚和小智的。康里，调取学校周围附近的监控，查取可疑车辆。你要这么说的话，巡逻车有可能就是他们的作案工具，便于隐藏。没错。能不能找到？不行啊，学校外围摄像头就有上百个，这样不行。要不然咱们这样，从那图书馆开始找。几点来着？11:07。哎哎，巡逻车，巡逻车。哎，我发现一个，这个巡逻车跟别的巡逻车轨迹不一样，它往图书馆的后面废墟走了。把废墟周围的监控调出来。嗯，废墟。废墟区域没有监控范围啊，但是我只知道一个大概位置，这儿是这个吗？对，大概位置。四顾，你和程丽继续搜索。壮，猫，咱们走。你这么愿意被人当枪使吗？你这不是在帮他，你这样会把我们四个人都害了的。他没害我。我知道你很崇拜他，你觉得他聪明有胆识，可是他的聪明和胆识都用错了地方，这样做只会得不偿失，害人害己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我的意思是，说什么？犯罪心理学专业的人话都这么多吗？没有我的允许，你再敢说一个字，我就把你的舌头割掉。
不用疯了，一会儿好说话。待过，这里脚印很杂乱，应该有四个人。你看，那是小婷跟文文他们挣扎过的地方。他们应该是给咱们打完电话就转移了，而且现在手机一直处在无法接通的状态。这时间不多了，再这么拖下去，他们恐怕有危险呀！啊，走吧，去外边看。看，你们看，还真是保安车的车辙印啊！我给四哥打电话。喂，四哥。喂，鹏飞。我们的确在这个废旧平房内找到了你的踪迹，而且这门口也有巡逻车车辙印的痕迹。他们转移了，应该是在给咱们打了电话之后转移的。目前无法确认文文他们的位置。这样吧，你让厂里扩大一下搜寻范围，尽量找一下电话信号无法覆盖的区域，我们在旁边继续找他。明白了，走，旁边看看。知道了，厂里说，监控范围内没有发现我们要找的可疑车辆。我早就想到了，文文手机没有关，而是无法接通，所以他们一定是在一个信号非常弱的地方。你要说没信号啊，那在野外还是正常。这大学校园，没信号的地方，要么电梯间，要么是地下室。我觉着啊，咱还是报警吧。哎，你们看。哎，没人啊。不是这辆，啊？怎么这么肯定啊？之前他们藏身的地方，那个车辙印特别的清晰。你们看这个，有事吗，同学？没事儿，我们正准备回宿舍呢，看到有巡逻车过来看看。看什么呀？找人。找谁？大刚。大刚？你认识该大刚？之前聊过两嘴，还挺投缘的。看到有保安车，看看是不是他的。哦，是这样。今天大刚啊，调班，今天休息。那好吧。对了，上次没来得及管他要电话。如果平时我想找他的话，一般应该去哪儿啊？哦，找大刚啊。只要是他休息，你就去图书馆找他，肯定在那儿呢。图书馆。对，他这个人啊，和我们不一样，爱读书，爱学习。尤其是警察的书，那是痴迷了都。
那图书馆他……哎，行了，同学，我呀就不跟你聊天了，我呀还有事儿了啊。我觉得这保安有问题，他肯定没跟他说实话。这样吧，你们俩先去跟四哥厂里会合，我再去问问他。行，走。还有不到40分钟，说吧，你们有什么遗言要我转达的？放心，我不会割你舌头。好吧，你不说我也没办法。